我要先看一个自己的视频的 reaction。不看，你自己看。好。iPad 给我整个就。杨大大六大个人魅力，魅力一，暴风式快反应的坚强。让欢迎六位新推官，掌声请。让欢迎明日之子新推官。魅力二，表现力炸裂的奔跑匠人。魅力三，泪点低的珍珠富翁。哭得太复杂了，王大发说。魅力四，露脸及焦点 ，Healing Part 时尚单品制造家。魅力五，充满反转的魅力。一上车，你就好像小偷，你知道吧？我从来不失眠的。我掉头发，我从来没有掉头发，我吓到了。你刚刚那解释对我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的。谁没有压力啊？我们拍部戏没压力吗？我不能有借口的。魅力六，人间许愿星。我可以要一部平板吗？好，这个平板，我们送吧。好吧，送吧。这么有缘。送完了已经。我要当个签名照，然后给你身上件衣服可以吗？啊，想要签名照我身上的衣服。对，觉得好好看。好，就说定了。登记一下，拜拜。我的愿望就是可以带家人去旅游。想去哪里旅行？想去海边。三亚和海口您能接受吗？嗯，可以。好，那您去玩了，人家一家三口带着爷爷和妈妈啊，都去玩了，发了抖音都发完了。baby 姐的吗？你可不可以让我的舍友录音给他？可以啊，录了。我愿意替你实现一下，好不好？不玩了都。有一些不是笑话，是我的人生的，就但我都可以接受的，因为都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。对，让我们欢迎马伯骞，欢迎陈哲远，欢迎张大大，欢迎张大大，太开心了，又见到了我最爱的白鹿和周深老师。今天不会又要分析吧？我感觉已经就是要重蹈覆辙了。The Fantasy Game， 谁发音比较准？说一下。我发音，沙哥最标准。The fantasy game. The fantasy game. The fantasy game. 你我真想直接按了。我有特别强烈的预感，觉得我是方块，我想直接按下去，然后就结就是第一个获胜的人。开玩笑啦。好，我在这儿，我知道了。撕吧。下一个，我不死，杀杀杀！不能死我啊！快到15分钟了，你早着呢，你早着呢，你早着呢！杀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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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白鹿周深，快来！啊，干啥？这仨人来干啥来了？啊，干啥？这仨人来干啥来了？快来帮我！我不死，我不死，我不死！杀一个走！大，走上！我摁住他！上！摁住他！天神，上啊！天神，快上了！快，周深，摁住他手！什么情况？谁？摁住他手！周深撕！摁住他手！周深撕！我就是！周深撕！死！周深死！哎呀！大大，你在撕沙哥之前，你已经被白鹿撕掉了。啊，那我这个算周深撕的吧？不是，这个是先 out， 所以沙哥先贴回去。宝贝，白梦圆绝交。红桃九张大的 out， 红桃九张大的 out， 也是白鹿和 baby， 恭喜！耶！各炸弹的过程中，你们当中有四个红桃玩家已经被选中，他们的底牌已经变成了
黑桃，他们成为了混在你们之中另有所图的黑色势力。现在还没公布，你进去才知道，别看了，进去才知道，还在这儿分析，进去才知道，还是你怀疑。你看我有啥？我告诉你得了，还会再换吗？不会再换了是吧？我觉得白鹿问这个问题，他就是被换了呀。白鹿肯定是。现在请防守队将红色报你们的颜色。先安慕希，请两位站在任意一块白色安慕希垫子上。你们自己选择。灰色。灰色。两位的右手分别去往两块灰色的垫子。黑色。两位的左脚去黑色。左脚，程程。这个左脚。你是膝盖。别说话，别说话。他说了他也不知道。暴露位置。红色。两位的左手去红色。请黄队开始进攻。那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啊！啊！我砸到我了，砸到我了，轻一点。啊！我砸到别人了。第一颗球未砸中。哇哟！砸中。他们应该已经知道位置了。哇！未中。啊啊！要砸到身体上才算。凭感觉，凭感觉。未中。啊啊！哦，再远一点，再远一点。一啾啾啊！遗憾，未中。这都没中。差一点点，其实非常近，对，一直在那附近，一直在打晨晨，就差一点。不要换了，这有什么好换的？这就是概率，对，换了也没有用，没有用。好，黄队调整完毕，蓝队开始报颜色。哎，你们不摆吗？你们不摆啊？我白鹿作弊。哦，这是战术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好，摆吧。那现在请蓝队报颜色。先是来一个红色。红色吧，红的。我觉得他肯定不会把红色拼在一起。还是红色。请两位的一只脚站在红色上。不同的红色。中了，中了。不是，你的起点已经定完了，不能变了。对对对。你把脚上擦。好，继续。黑色，请你们的一只手放在黑色上。黑色，另一只手放在两块不同的黑色垫子上。啊，我腿抽了，我天哪！是有两条八爪鱼在你们面前。好，请蓝队进行攻击。你来吧，第一个你来。中了，这个中了啊！两腿之间没中。差不多，差不多。我觉得可以稍微再近一点。砸中。再来一点，有感觉。哈哈哈哈
这个。来来来来来来来。答中。答中。耶、yeah! ！第一局，蓝队积四分，黄队心里不舒服。大大，你陪他玩一局，你陪他玩一局，想不想赢？不是，你陪他玩一局。不是不是，我可以随便被砸，但是我沙哥要赢。我不赢，我们投票。沙哥要投你了。好吧，沙哥一会儿要喝一点下火的东西。初始身份那个人自己知道吗？知道。那个人一开始就知道。我的妈！这个人得多有心理承受能力啊！哇，那必须是王后张大大，然后骑士 baby 姐。行，我去了。我是骑士。我去了。往各自的房间。哎，这个好玩，走了。随便选吗？什么意思啊？不是不是，是抽吗？哦，是抽。请国王和王后选择一张牌，投入出牌口，交给骑士。我们进去之后，我是抽牌嘛，它是一个一个大的牌面，抽出来有两沓，然后我不知道，我就随便拿上面一张，下面一张，一张是黑桃，一张是红桃，因为我是红桃阵营，我就直接选了红桃，红桃塞到出牌里，黑桃丢到弃牌里，我就出来了。报两张黑的啊，你不得不打出了一张黑的，没错。那沙哥，我问一个问题，当你听到最终方向转向黑桃的时候，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？我的心情就是想揍他们。沙哥绝对是黑桃，你这个回答就是太夸张了。沙哥胡汉、气死了，真的气死了。是好人，你就应该验范丞丞。可以呀、啊，我带你验完，你浪费。丞丞是最重要，必须验的。我验范丞丞。阿布鲁卡塔西拉，所以知道谁？知道刚才谁撒谎了吗？他，你也都撒谎了。你们俩都不是猴。强烈要求验范丞丞的是不是好人？就是啊，是不是好人？是好人，绝对是好人。范丞丞，你个小黑，他想污你，结果你出了 Joker。对呀、啊。你不是明着让他污吗？所以我说，我刚出来的时候，觉得我意识到我好像选错了，但是我选哲元铁红了，被范丞丞踩红的不能再红了。张红，让我们掌声送给范丞丞送来的大火箭。什么东西？怎么这么久？请骑士前往出牌间，做出最终选择。哇，这历史上最久的一次。骑士的选择是张红，一张 Joker， 我选了红。Joker， 对。一张红，一张 Joker， 我选了红。一张红，一张 Joker。Joker， 不可能。什么东西？你插的什么牌？我进去之后，我直接抽到两张红的。我还想问大家，抽个红这么难吗？我也两张红牌。我也两张红牌。我没有骗人，一张 Joker， 一张红。大大没有必要撒谎，因为大大选择的就是红。大大肯定是红，他肯定是红。这是我等待我做骑士这么久最久的一次。你两张红色有什么好选？你肯定很快就选完了。那么陈哥你在犹豫什么？你可以告诉大家。请张大大从四位行使否决权的成员当中挑选一位新的国王。我还是选择相信我的直觉，好朋友。然后如果他骗了我，我也认了。我选 baby 当国王。等我，张大大是我最相信的，那我就选他做我的骑士。
什么？张大大骑士？他想飞。否决生效。真的是，我觉得听天由命吧。我先说一下，我觉得绝对甘当骑士。我能相信你吗？你听发言，听逻辑，看我的眼睛。陈哲远，就他是骑士，我就选他是骑士。哲远，我一定一定一定是好的。那我这个王后选宋雨琦是可以的吗？你可以选我，我宁可你选陈哥。宋雨琦，如果他是坏的，那又怎么样？我自爆，我自爆，我是好的，我自爆。你直接选我那张牌就可以了呀。我就跟你说，红的今晚不可能输。我选择自我牺牲。我的胸牌就是那个呀，就是我看的。拿出来看看。我的妈！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我选的你哦。你是我们是第三身份啊！我要下车。你已经跑不走了。师傅，放我出去。I am the Joker。我真的就是。一整个开心。不好意思，哥啊。尽力了哥，尽力了。你是什么身份 ？Joker。我们就跟你说，我们已经很厉害了。我们都要去拿奥斯卡了。你是一直被他们两个夹在中间忽悠来忽悠去，所以我没有办法相信你。啊，不过前第一把就选中了大 Joker 和小 Joker。你第一把就把他们。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像我们的就是小的生活命运一样，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地方。但是好像又顺理成章，但一切交给这个如同命运般的棋局吧。我觉得也是我们这一期为什么用扑克牌和棋局来做主题，因为其实人生无论多好的牌有可能都会打烂，多烂的牌也能打好，不到最后一步千万千万不要放弃，给自己加油。